嘉南品源是台湾的米村，其中台南种水稻的面积更是占全市的11%。你为着要来向民众推广台南的在地优质好米，市府也伫日前举办了台湾好米季活动，希望赢得优良品质的米，来带动农产品的销售，吸引更加侪消费者购买，提高农民的收益。根据统计，台南种稻的面积占了全市的11%，其中经受着真侪优质的好米来产出。你为着要来帮助推广，市府农业局持续办理台南好米季的活动，啊，大家有机会来熟悉这好的产品。嘉南平原是全台湾的米仓，台南市里面总面积里面有11%以上都是种水稻的，因此虽然我们是科技大镇，但是千万不能忘本，所以我们是靠农业起家，也有许多农民、许多市民朋友们是靠种水稻的。那种水稻种出最优质的台南好米以及台南月光米，今天在六甲我们就看到实际的见证，许多民众啊对于我们的六甲米的事实上是深具青睐的哈。大家知道这个米的品质一直在提高，所以呢它可以享有的单价也越来越上升，所以希望好朋友大家一起来台南看看我们的米，看吃尝品尝一下我们的米。活动当天利用了大型的稻草种植艺术来吸引大家注意，不只是鼓励亲近大自然，同时嘛是传递了卖烧稻草污染空气的环保意念，也佫有着真侪体验佮 DIY 活动，更是有着优质好米造成的油饭来予参与的民众来品尝，卖当伫现场购买，希望会当予大家拢爱上食台南的米。记者柯佳明，六甲区采访报道。